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磊。我是尚哥。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航拍伊犁旅行记。今天呢是休息日，今天的天气晴空万里，白云朵朵，我们还是按捺不住寂寞，仍然开始我们的旅行。天去哪儿呢？我们去一个好几年没走过的路，这是一条最美的乡村路，可以直达霍尔果斯。具体我也没有去过，那就我们一起走吧，走哪儿算哪儿啊。好的，出发，走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现在行驶在伊犁河灞桥的桥面上，这座桥呢是非常美丽的，也是非常壮观的。因为马上就要十一了，中秋节了，双节就要到了，这里的大红灯笼已经高高的挂起了。我们现在行走在一条乡间的小路上，你看，在我们的右边，农民现在都开始晒粮食了。我们看到的黄黄的是玉米。我们现在行走到的这条道路叫县道718线。这点景色不错。树叶黄了啊。嗯，再过几天更好看。这条路也是非常美的，这个两边呢都是水稻，现在呢还没有收割。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，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，日晒我是风吹，我的无所谓，路边那朵蔷薇。现在呢我们下车来到了察布查尔县湿地公园清水湾，这个地方叫这个公园里这会儿特别的静谧，没有人，只有我们俩。这里面呢色彩斑斓，特别的美。你看这个宝贝在这个云的相伴下马上就要起飞了，带给大家看美景。你现在飞过去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野鸭子啊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察布查尔县清水湾的湿地公园，一群可爱的鸭子们都在这儿戏水，大家仔细可以看看。白云的在水里的倒影是非常美的，金秋的芦苇荡在迎风飘荡。这个就是野沙棘，这也是一个灌木。秋天呀，在新疆伊犁，你行走在这个金色的大地上，那你一路行走，一路都是美景，一路都是美食。这种野果实特别的多，路边呢随处都可以见到沙枣。我们来摘一颗，特别的甜，你尝一口吗？你看那一处很好看，那儿还有那前面那个黄的，是吧？哎，那儿多漂亮。哎，秋天的野果实，非常的开心。今天的航拍伊犁旅
行记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继续出发走喽，走。如果还有梦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。